足球金童贝克汉与老婆维多利亚育有三男一女，其中小女儿哈珀被全家人当成掌上明珠一般呵护。贝克汉经常在社群分享和爱女的日常，日前他就晒出哈珀替他化妆的照片，只见哈珀颇有架势的拿着化妆品，而贝克汉则一动不动的任由小女儿把他的脸当作画板，乖巧配合的模样让他整个人充满慈父的感觉。贝克汉在文中表示，这位小小化妆师直言他需要上一点粉和修容，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自己看起来的确更棒了，眼影间透露着满满的宠爱。维多利亚早前受访时透露，虽然他们一家人都有各自的社群账号，但是暂时不考虑为女儿创建账号，主要是希望她少点忧虑，因为随着哈珀逐渐成长，任何网友对她的外貌长相的评价都有可能影响到她的心态，或许等她再大一点才会开通。可见贝克汉一家人真的十分疼爱哈珀呢。Bye.